转载自百家号作者金飞于零一保加利亚公开赛正在首轮赛事，与国乒队而言打的那叫一个当气回肠。马龙鏖战七局爆冷出局固然让人遗憾，但国乒队与日本队八人连袂上演的中日大战却让人为之叫好。刘朝阳一马当先迎战日本种子选手加藤美优，两人鏖战七局，最终刘朝阳4-3胜出。这是一场艰辛的拉锯战，七局大战刘朝阳仅仅赢了加藤美优2分而已，惊险刺激，这样的比赛看得才过瘾。中日大战出战告捷，王艺迪拍马赶来接棒，刚刚在保加利亚公开赛 U21 女单决赛上击败队友张睿夺冠的王艺迪气势正盛，面对赛会二号种子选手日本二姐伊藤美诚，王艺迪打的那叫一个催拉哭秀，两人纠缠了6局，王艺迪赢球的4局比分分别为11-2、11-3、11-6、11-3，可谓是压制着对手打，而输球的2局基本都是鏖战，7-11分和13-15分，比分焦灼，难舍难分。王艺迪用自己小黑马的强势造了本届公开赛第一个大冷门，中日大战2连胜，刘希不甘示弱，抢过接力棒。刘希的对手是日本种子选手早田希娜，相较于前两位队友的4-3和4-2，这一次刘希直接来了个4-1，让这三场胜利的比分来了一个完美的递减数列，可以说是很恰到好处的照顾到了强迫症患者。巾帼不让须弥有，女子表现如此出色，男子岂能甘拜下风。国乒小将马特挺身而出，面对日本大将极深真情，一时毫不客气，4-2将对手送回老家的同时，完美的将这场八人参与的中日大战画上了完美的句号。第二轮比赛，这几位晋级的国乒队小将队友没有一个是日本队的，不过咱们的许昕许大业将会与日本队的大岛优哉交手。